我们的主灯的主题。而我们今年的主灯是藤椒旗胜，也是我们国内今年最高主灯，高20公尺，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也觉得很棒的话，是不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鼓励一下？哇，当然。也跟我们的蔡新国老师，还有我们来自南美洲的一家乐团来报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表演要稍微转一个方向。是是是的，跟老师转方向的同时，我们要提醒在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红毯上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请在红线之外，大家注意安全，不要往前推挤哦。感谢大家配合，谢谢。那当然也提醒大家，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灯会期间，还会有许多精彩表演，包括刚才我们的代言人 SH 出现在我们的点灯舞台，是大家他们会再来哦。没错，大家只看他们一次，够不够啊？够吗？小哥，现场赶快报告一下，赶快报告一下。大家手上有没有拿到我们的活动体验？应该是人手一张，有些人可能一下子拿了好几张哦，因为要来好几趟啊。请大家打开来看一看，上面就有预告 ，SH 还会再来的时间，有没有找到？在我们的彩街那一区，那一区有特别加码秀，3月1号 ，SH 就会参与我们的彩街秀。而且彩街之后，他们会再一次到我们的舞台为大家演出，是当天晚上。而我们的彩街其实28号、3月1号、2号、3号、3月9号、10号都有。对，我们好多天晚上都有精彩的彩街秀，其中我们的特别加码还有一项要跟大家特别报告：2月28号、3月2号、3号，大家有看到了，来自日本青森睡魔，就是龙王巨灯，特别来参与我们的彩街。有什么特别告诉大家哦？我们的睡魔呢是有150年历史的日本青森哦，每年每年办这个睡魔祭，而搭配着睡魔呢，这个巨灯当然是主角。另外呢，还有像是跳人、蛙人、太古拉，还有这个杂技团，大家应该都可以啊。我没有了解这是什么，有看过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很熟悉了。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感受睡魔祭的魅力。太棒了，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得到。非常谢谢主办单位交通部观光局以及新竹县政府。当然更多灯会期间的一些新竹县政府我们今年的规划，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就知道了。是，待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跟大家介绍，我们还有好多值得欣赏的灯区。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是蔡新龙老师跟我们来自南美洲玻利维亚的印加乐团带来的表演，刚才有些传统乐器，然后有排笛，有鼓，还有弦乐。你有去拍那边吗？好精彩哦。演奏家 OPPO 王子的演出，那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介绍一下？好，我知道。大会准备这一首叫做《老鹰之歌》，是。好，那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南美洲跟整个西洋乐一起搭在一起。OK， 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掌声。
这边还有4000多张。Thank you。这也是32G 啊，可是电池会用完。